三苗的来使也说得十分明白。如今正在馆舍等我们回话。幽苗氏要杀掉摄政君和我们的官员，然后挥师被晋，和咱们决战。你们觉得这是真的吗？这……公主，我先派人去趟馆舍，告诉三苗来使，就说。 不用幽苗氏出征，我将亲自带领大军去往三苗与他决战，以决定天下共主的归属。你觉得呢？诺。高瑶大人，公主，你真的要去和他们决战？公主，幽苗氏这个时候来下战书，无非有两个意思：第一， 一杀掉摄政君做诱饵，又是我们出兵三苗与他决战；去三苗，对他们非常有利。第二，真的要杀掉摄政君，趁咱们混乱，一举扑过来。所以，我让幽苗氏感觉到，我们真的被激怒了，决定与他们拼命。这也是幽苗氏想看到的。可舜就危在旦夕了，公主。 对摄政君眼下的危机，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所以，我才亲自带领大军去三苗与他们决战。这是给幽苗氏一种震慑，使得他暂时不敢杀掉摄政君，我们才有机会营救摄政君呢。你说的不错，摄政君临行前已经留下话，此期间所有的事情，全由高瑶大人来处置。 赵集全部人马，准备出征三苗。诺。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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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这是你亲眼看见的，亲眼看见的。高瑶带领虞舜的职位，把归瑞和东夷龙山的全部兵马都调集到了唐都，街市上十分混乱，他们正组织队伍准备出征呢。我走的那天，看见归瑞和东夷来的兵马找不到集结的地方，在街市上乱跑。他们有多少兵马？我从唐都出来，没有走，在都城外面的山上观察了几日。 从各种兵马操练的情况看，估摸有三四万人。可从各处来了不少民众，拿着耒耜、鱼叉、扁担做武器，如果把他们都加上，那就多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方向。嗯。坐。诺，请。 方向啊，你看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？大酋长早已经成竹在胸了。如果高瑶真是来拼命，这个事儿就简单了。嗯，我就在两军阵前用虞舜一行人的脑袋来祭旗，给他来个火上浇油。 我们有五六万的精兵，消灭他们，有足够的把握。我看呐，这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往常咱们历次打仗，都被他们以少胜多的战法所欺骗。不愧是我的副酋长啊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所以我才准备了第二手。我们先拉开架势。 准备硬拼，看看高瑶怎么行动再说，啊？啊，方向啊，嗯，
你认为高尧是来拼命的吗？哎呀，咱们没跟高尧打过仗啊。过去在东夷一战，那都是于顺他出的主意。是啊，高尧背后还有一个唐尧，他可不是个容易对付的人呐。哎，啊，方相，这两天于顺在忙什么呀？这几天呢，我带着他们到这九嶷山呐转了个遍，他们都说呀，咱们的山水太美了。好啊，明天一早你带他来水寨，我看可以跟他谈一谈。诺，不过大酋长啊。 这两天呢，我跟他们在一起，我就发现这鲧的儿子禹可不是一般人物啊。他有什么了不得？他现在啊到处查访，还询问了很多部族的民众，他竟然还做出了咱们三苗地区的水系图。 我们的水系密如蛛网，我在三苗生活了一辈子，到现在也还没弄清楚是个什么模样。好啊，明日一早，你先带我去看一看，然后再和于顺谈谈。诺，好，做得好。禹，你这沙盘做得好啊，摄政君啊。 玉儿为之做这个水系沙盘，20多天都没睡个好觉了。玉，可真是个用心的好孩子。啊，玉儿啊，赶快把你的想法跟摄政君说说啊。诺，我曾经也效仿摄政君，走过一趟吉水，前后用了3年。回来以后我就想，华夏、东夷和三苗，人脉相通。 水脉也是相通的。嗯，你说的对。虽然我们跟三苗不通往来，但是这水脉却从来没有间断过。正是。摄政君，但我总是怀疑，吉水的疏浚虽然比淹堵更加有效，可是当吉水泛滥的时候，要把多余的水量排出去，还是要靠几条通往长江的大河。可是我无法看到。 这几条通往吉水和长江的大河，所以这一次，父亲带着我跟摄政君来到了三苗。我只能向三苗的民众打听这几条河道的情况。于是，便做出了这个水系图。哎，接着说呀。啊，摄政君，我以为疏浚吉水的最大工程有2个，其一就是疏浚吉水本身，这其二。 摄政君，请看，我们要打通汝水、汉水、中京淮水、泗水，这样，在吉水泛滥的时候，把多余的水量导入长江，汇入大海。禹，你想的跟我一样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，这10日之内。 三苗必有一场大的水灾，或许这场大水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一些道理。大酋长，摄政君，这几天游玩的怎么样啊？这三苗的景色真是太美了。 就是时间少了点，看不够啊！大酋长，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叙谈正事？啊，我们的谈话不急。我听说，鲧的儿子制作了一盘三苗水系图，特地赶来看一看。啊，请，来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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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Thank you.
方向，在，你走的地方比我多，你来看看，这水系图做得准确吗？嗯，基本准确。你看这禹啊，不仅把咱们三苗的水系啊做得很详细，还把那北方吉水的水系呀也做出来了。过去啊，华夏说天下，东夷说天下。 三苗也说天下，其实这眼前的水系图，才是真正的天下。这天下水系，同海同力。天下水系，同海同力，哼，笑话。 下去。你们汲水泛滥，也和我三苗有关系吗？可我从没见过你汲水淹到我三苗来呀！啊，当然有关系。这自古以来，或者是南涝而北旱，或者是南旱而北涝，这旱涝灾害，总是在南北交替出现。 这一点，你也应该很清楚吧？嘿，你治水多年，对物候、地理、天象、水文自然十分清楚，这一点我说不过你。方向，在。你是我三苗最有学问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大酋长，他说的很对呀。嗯，大酋长，让我们一起协调水系。 共同治水吧。如果能治理好、纵横南北之水，岂不是立济天下苍生的一件大好事？嗯，哼，我们怎么商讨起治水来了？我这次来，想跟你商谈的，就是这件事。等我当上了天下共主，我自然会考虑这件事情。眼下。 你还在我三苗大营里头，还是考虑一下你和这些跟随你多年的首领，还有你儿子的性命吧。哼，大酋长，这十日之内，三苗必定有一场特别大的水灾，还望你提前做好防备啊。 你怎么知道？我治水多年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那要是不闹大水呢？那我就割下自己的脑袋，去祭你的旗。好。 大酋长，咱们可千万不能上他的当。虞舜，那是危言耸听，吓唬咱们呢。我早就听说虞舜治水多年，颇有经验，每次他的话都很灵验。大酋长，咱们就应该听他的话呀。听他的话？虞舜说十日之内会有大水，我怎么没看到呢？我们三苗治水多年，从上古时候。 那蚕丛氏、百货氏、鱼凫氏，那都是我们祖上的治水英雄。现在三苗缺治水能人，这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我们应该听虞舜的，早做好准备呀！你好了，一个死到临头的人，说几句吓唬你们的话，你们都当真了？先不管什么治水不治水的。 我听说高瑶大军已经进入三苗地界，宝强，在。你带一支人马沿水路过去，把他们引诱过来。我要让这些不识水性的旱鸭子，在我三苗的江河里喂鱼虾。诺，大酋长啊，咱们可不。好了，方向。
把虞世仁一行人都捆起来，开战之际，我要用他们的人头来祭旗。 知道我带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吗，大酋长？你不会又约我过来看风景吧？别动，老实点！别动，别动！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？你说时日之内，三苗必遭大水。可时日期限已过，大水呢？大酋长。 或许这大水已经淹到三苗了。你看看这天哪！啊，如果大水淹到三苗，首先死的是我。于顺，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？既然大酋长不相信我的话，那好，就请动手吧。 父亲，别动！别动！你，虞舜，别动！死在我有苗氏的手上，也不枉你一世英雄。住手！住手！大酋长啊，住手！大酋长，放下！大酋长，大酋长，你走开！放下！放下！大酋长啊，怎么回事？刚才有人来报。 咱们三苗东部地区昨天晚上突降暴雨，引起了山洪爆发呀！我幸亏呀，听了于顺的话，让他们提前转移了，不然的话，他们都会被洪水冲走了。看起来呀，于顺说的话是对的。 哈哈哈哈哈！于顺，看来大水又救了你一条命啊！好啊，这条命暂且寄存下来，可天下归属，总要有个决断了吧？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 小子，动手吧！大酋长，我今天不想跟你打。为什么？我不想以这种决斗的方式决定着天下的归属。哼，于顺，你是害怕了吧？你要是后悔还来得及，现在就带着你的妻儿老小滚回归瑞去。大酋长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我于顺。 虽然从小出身卑微，但绝非贪生怕死之辈。我只是担心你年事已高，打不过我，就算是我赢了你，也会让这天下耻笑。放肆！废话少说，小子，你今儿吧！呀！ 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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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大乔长，你赢了。动手吧，杀了我，天下就是你的了。，宇顺，你为什么不杀我？大酋长，我说过，我不想以决斗的方式决定着天下的归属。那天下共主之事呢？来日方长，我们以后再议。父亲，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走了吗？我就想不明白了。我听母亲说，如果这次杀了有苗氏，我们就可以完成共主统一天下的大业。可是父亲，你为什么放弃了呢？商君，摄政君做得对。如果杀了有苗氏，那就会失掉三苗民众之心，对将来统一大业并无好处。可是高尧大人，我觉得这次我们来三苗，虽然没有说服有苗氏，但是我们了解了有苗氏，了解了三苗。看来，要想帮助共主完成天下统一的大业，还需要很长的时间。别干了，快过来吃口饭。哦，爷爷，你先去吃。母亲，我把活干完再吃，你们先吃啊。哎呀，唐都东夷的贵族们，他们家家都是仆役成群，联盟的官员们也是钱手众多，从来不用劳动。可他们谁想得到啊？公主和摄政君掌管着天下的大事，还得自己劳动养活自己。来，义父喝粥。好。来，姐姐。义父，父亲的伤口啊，都好利索了。我仔细看了看你们带回来的那些草药，方向这个老家伙，他还真有一套啊。其中几个草药的用途，我到现在还没法破解。义父，方相说要和你争天下第一神医，有意难为你呢。他和我争天下第一神医，差得远。我跟你们带的那些草药，我想啊，他也在琢磨呢。义父，你和方相大人的草药啊，都用在了夫君的伤口上，他的伤势才好得那么快，这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谁的草药起了作用啊。那还用说，当然是我的啦。那方向说他的草药比你的好啊。你别听他瞎说。商君，来喝口粥。我哪天要是跟他碰到一块儿啊，非跟他比个高低不可。来，喝口粥，小心烫啊。夫君和有苗氏争天下，把菜团吃了。你和方向一会儿吃，一会儿吃。母亲，真是各有各的志向啊。那可不一样了。我们是医家，我们争第一，是为了天下人的疗伤治病；他们争第一，那可是要血流成河、尸骨堆山的事情啊。所以呀，夫君才力主仁德，总是以不杀人为好。各位，大家安静一下，请听我说。你们刚才所说的这五教的实行啊，说的都对。这样吧，伯弈，你去说服那些高士，派他们去东部教学。诺。摄政君，那五行呢？就是这五行啊，最为难办。高尧以为，严格的五行才是安天下之本，所以摄政君，你高尧大人，我都知道。
如今这丹珠还有四兄，闹得如此的猖狂，必须对他们严格的惩处。可是这修订五行是件大事啊，如果修订不好这方式和细节，那就会留下后患，到时候我们也无法向天下人交代。诺，后继、子期、秦穆空，你们抓紧时间修订这新的五典。重要的是考虑这些联盟的老首领。 退养的问题，还有就是，这九州十二墓的官员如何分派，如何奖惩？诺，诺。佘正俊，我刚才听你说老首领要退养，我怎么没听明白？是。各位老前辈，你们听我说，你们想啊，咱们联盟有十多个管事的部门，现在有一半的首领年岁都在70岁以上。 这退养的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。哎，我们几个连部落都交出去了，你让我们到哪里去退养啊？怎么退养啊？对呀，我们70多了，没用了，是不是啊？各位老前辈，是啊，那找个说法。各位老前辈，你们放心，有关退养的问题，我们联盟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合理的交代。退养，别急，让我们去。请各位老前辈不要着急。 退养制度在古代也称巡街、制式，在各个朝代有不同的定制。而愚顺面临的退养问题，却是在国家体制刚有雏形，且没有章法可循的第一次，其难度之大，冲突之激烈，连唐尧也没想到。公主啊，公主，给我们做主啊！给我们这些老首领做主啊！ 都别急，坐下来说，坐下来说啊，坐下，坐下。公主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你要给我们做主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我们率先交出了部落，可现在你让我们退养，你让我们日子怎么过呀？怎么过？你们都多大年纪了？我都75了。 我也70了，这么说，最该退养的人是我呀，公主，怎么能退养呢？这件事情，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呀！连摄政君都50了，咱们如何能不老？ 这事情，你们让我再好好想想啊！我们都商量好了，我们绝对不能退养，我们就是死一样死在这儿，绝不退养。哎呀，我说什么来着，锤大人？这当年啊，我说什么呀？你们都反对是吧？现在怎么样？自己要遭殃了吧？不能和你比呀，你是皇帝的后裔。哎。 在唐都的首领里，也就你有这羽山行宫，我们把部落都交给了联盟，上哪儿找好日子去？哎，今后还要捡我们的俸禄，我们的子女怎么养活？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哎呦，我说呀，你不必担心啊，不必担心。那唐瑶比你的年岁大，他不对，轮不到你们，啊，是这个道理。 我听说共工跑回去了，哎，他是怕落到你们这步田地，哎，回到自己的部落里享太平了。哎，他的部落远在西北，本来就难以管束，哪像我们，都在唐都的附近，想跑，能跑哪儿去？哎，我说锤大人，你想到没有？这次退下来的老首领，多数是我们华夏的老前辈，这样推来推去，这联盟里今后啊，那都是东夷的人。 还真是这样，我们怎么都没想到呢。哎，我先回去了。好啊，慢点啊。哎，哎，锤大人慢走啊。啊。摄政君，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了？哈哈哈哈，这个地方就是我选择的封地。 封地？什么是封地啊？华夏和东夷的一批老首领就即将退养下来，
我们要找一个地方让他们安享晚年，解决衣食之需，还可以减轻联盟的负担。这个地方就叫封地。那为什么要选在这儿呢？这里是长江和淇水之间最富庶的地方了。归瑞建都开市，把华夏跟东夷连接在一起。这个地方是三苗和北方的交接之地，如果开发好了，就把全天下都连接起来了。嗯，这个封地有名字吗？是啊，摄政军，你应该给这块封地起一个好名字。这个地方以前没有名字，不过我跟高尧大人已经想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它就叫做禹城。禹城，为什么要叫禹城呢？啊，禹儿这次在三苗提出的治水大思路非常好。如果说归瑞把华夏和东夷给联合起来，这个地方就连接了天下。为了肯定禹儿的治水方案，这个地方就取名禹城。如果将淇水从中游经过淮水和汉水疏浚到长江，既调解了南北旱涝之灾，同时也解决了淇水下游无处疏浚的烦恼。雨儿，父亲、母亲，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你的心思都在那水系图上呢。啊，雨儿，发现什么好东西了？父亲，你来的正好。来来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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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突然有个想法。你看啊，按照摄政军疏浚的法子，东夷水网密布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疏浚的地方。而我们华夏呢，可以疏浚的地方大多是种植谷物的田地。所以我就想啊，这次南下三苗，我发现长江的河道宽阔，如果我们将淇水的中游经过汉水和淮水疏浚到长江，这样北方水灾的多余水量正好可以调节南方缺水时候的水量，同时也缓解了北方的水灾。父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主意呀。好啊，雨儿，你父亲我治水多年也没多大成效，我要早生你几年就好了。你的法子比我和摄政军都高。父亲，其实这是摄政军提醒了我。怎么说摄政军了啊？这摄政军啊，是靠治水得以摄政，我儿子治水的法子比他高，怎么不能继承帝位啊？父亲，我倒没想过这些大事，我就是想如何能治理好天下的水患。哎，雨儿，你这个想法不能告诉别人，尤其是摄政军。后边的事情父亲去办啊。瞧瞧瞧瞧啊，这个脸，哎呦。
公主，哎呀，看水系图啊！来来来，哎呀，来有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来看看你。公主，咱们这华夏从立继承人到和东夷联合拥立摄政军，是不是都把这治水的能力放在首位啊？啊，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？哎，这么多年我们不都是这样的吗？没错，五毒之害，水患为首，东夷、三苗，还有咱们华夏，都是从渔猎为生，到种植谷物。啊，来，来，人口嘛，日益繁盛，对粮食的需求啊，更加迫切。水利则民生，水害则民亡。所以，无论是眼下的摄政军，还是天下的共主，不能治水者，不能胜任。公主说的太好了。如果有个人的能力，哦，这治水的能力超过了摄政军，能不能取而代之啊？你说的是谁？公主啊，你这个选贤任能的魄力让天下人敬佩，我衮多年治水无功，应该贬之。可这次啊，我的儿子禹去三苗勘察水系，那治水的能力让有苗氏都敬佩。能召开众首领大会，让大家都看看玉儿和摄政军的治水方略谁更高明。这个我得和大家商量一下。好，那公主，我等你的信儿。人，送我去归瑞。哎呀，做的真细啊！是啊，雨，真做的好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出来吧。是，诺。这儿不错呀，还有这儿错。这个水系图啊，可是摄政军和雨花了几十天才做成的。从衮大人的华夏水系图，到虞舜的华夏和东夷水系图，再到如今的天下水系图，咱们的地图啊越做越大，这治水的范围也越来越广。摄政军和禹说得好，天下水系同海同利。过去咱们的目光短浅，所以这水患呢，总也不能得到根治。哈，今日啊，公主和我召大家来，是有两件紧迫的事情要商议。这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关于治水总首领的人选问题。衮大人，这件事是你提出来的，你先来说吧。我衮多年治水无功被贬职，我没有怨言。五毒之害，水患为首，治水的成败决定天下万民的性命和生计，所以谁治水成功，谁就能主政，这是天神的旨意。衮大人，有话就直说，不要绕弯子。好，当初摄政军考察吉水流域，提出了烟毒、疏浚相结合，以疏浚为主的思路，得到了共主和大家的赞赏，当上了摄政军。
法子虽然不错，可现在看来，这疏浚在积水流域中解决不了了。我儿子禹以天下治水为己任，提出了在积水中游疏浚、中经汉水、淮水直达长江的大思路，这才是根治水患的最好办法。这次去三苗，我儿子的法子折服了摄政军，也折服了有苗氏。 公主，大家是不是应该想想这摄政军的位置？远古的部落，隐隐篝火，照亮星辰下图腾的轮廓。夕阳天高歌，长吟在我。 燃尽疆，天地涂抹，万年的阡陌，百家耕作，南边天下方士，泱泱大国，谁策马饮鹅，四海在我，披离肝胆。 开华夏传说，所以登峰乱几座，古色奏一曲山河，注定九州，谁人能？